吉里胡丝产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，以其音细、圆、匀、尖、白、净、柔、韧特点而出名。清朝时，它是制作皇帝龙袍的御用丝品，并于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夺得金奖。吉里胡丝的制作过程可谓繁复而精细，从选蚕、竹简到缫丝，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和智慧。特别是在缫丝过程中，需要精确控制温度和速度，以确保丝线的质量和韧性。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艺，造就了吉里胡丝一根丝能穿起8个铜钱的故事。